Hello， 我系沈世轩啊。You are watching Toys TV。好，哇，已经有15个观众。好，咁啊，翻到嚟玩具 TV 星期三晚嘅，今晚又系动漫 show 嘅生活 show， 因为我请咗一个咧砌模型嘅朋友，但系咧其实佢又砌模型砌到，我觉得佢入咗血嘅，即系。好生活嘅，即係佢個人咧就係、是，即係我直覺就覺得，哇！這個年輕人咧，佢好中意高達啦，好中意砌模型啦，但係唔係淨係嗰一陣，佢想用依種嘅高達啊砌模型嗰個東西或者個興趣或者個技能咧，就講多少少故事啊，同人接觸多啲。咁啊冇錯啦，喺我隔離呢一位咧就係、是、人稱冇咁嘢話好老土啊，係嘛？Amica 啦，啊咁阿文。系 ，hello， 系啦，咁啊冇掌声嘅，因为冇现场观众啊嘛。好啦，咁啊，应该声音系收到嘅，因为正常咧，如果冇收到声咧，啲朋友仔就会咧就会同我哋讲噶啦。好，咁啊，欢迎你先，阿文，咁啊，欢迎你，系啦，咁啊，唔好介意，我真系通常咧一条友做嘢咧就七手八臂咁啊，有啲频频嘅，冇问题。咁啊，识紧啲嘢。咁啊，阿文咧，其实就我哋几时识嘅？记得？我哋应该系三年前定四年前喺。九龍灣展貿嗰個胎鬆嗰度識嘅，係啦，好不幸我係擺緊 booth 嘅，跟住你喺度好似一個大老闆嘅姿勢喺度居高臨下喺度夾緊我嗰啲，真係咁啊！你真係咁感覺，少少西裝褸咁樣咯，咁唔係大老闆姿勢，但我覺得係啲似係圈內人咁樣嘅，咁啊交換咗卡片定唔知乜鬼，我仲 set 緊你 set 咗你個中文全名添。哦，咦，咁都證明都有少少好感嘅，即係唔係好感嘅，好感嘅。係，因為我頭先咁講，我真係驚，因為有時我哋啲成年人咧就唔係唔中意，係有時會驚，唔係即係擔心啲後生仔覺得哇係啦，頭先講嘢，你話你居高臨下咁樣，會唔會我哋有一個距離咧嚇？咁、其實就冇嘅，幾近。OK 嘅。啊，咁就其實識咗幾年啦，中間又傾咗偈啦，咁啊一路有又唔係真係成日睇你啲作品嘅，但係後屘發覺哇，咦點解你唔係砌模型得喎？你反而再得啲係你嗰啲片喎。啊、我哋先講片先啦，因為最多人談論同埋好誇張喎、，share 都1000個，有啲人真係 view 都冇1000個，你係 share 有1000個。嗱、唔好係咁講。嗱，咁呢個係事實啦。咁我哋好謙虛咁，即係我哋純粹講事實，就唔係話踩人哋啦。明白。咁但係咧，係如果有1000個 share 嚟講咧 ，like 啊過千咧，其實真係一個唔少嘅數字。的確係。係啊。我自己唔會咁講，但係你咁講，我會認同。係啊。嗱，美國嘅朋友啊 ，Jerry。咁啊，相信 Jerry 應該，我相信你識廣東話。希望如果你唔識廣東話就 sorry 啊 ，Jerry。但係 ，but I hope Jerry you can listen to Cantonese. I got today. Tonight we are just doing some Cantonese program instead of English program 啊。咁因為我哋有時有部分係即係外國觀眾嚟嘅，其實唔少㗎。喂，拍獎喎、哦，有冇啲 friend 入咗嚟啊？有啲咯。真係啊！哇，因為你有 share 到。有 share 到。係啦，啊講到咧，阿 Ken 就話有過100萬嘅點擊。其實真係嘅，如果用模型或者用啲即係一啲咁我叫正經啦嘅片咧，哇！你100萬人睇好少。你話你有個人有個女仔嚇好 sexy， 或者件好好笑嘅趣事，或者再唔係近期嗰啲好紅嗰啲，我諗係就咁有個女仔已經係有100萬，有100萬都要睇邊個㗎，都要睇邊個。呢個係嚇，但係你係即係咁反而認真製作片，真係唔多人睇。我就咁講啦，咁咧但係又有100萬人睇喎，咁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咁多人看定係嘛？其實我真的想過想多啲人睇，同埋你做個片的動機在哪度？好的確是想多人看㗎，好商業㗎。其實做得不是話想我做啲好藝術的嘢，想淨係火小眾，唔係㗎。其實甚至當時想會有拍片呢一個動機，都是很純粹因為想多啲人看。其實嗰陣係好似都係幾年前，3-4年前翻緊工嘅嗰陣，但係有 part time 去即係 freelance 咁去砌模型做代工咁。因為其實有個盲點就係你一路砌模型，有時唔同做其他嘅 production， 你淨係得個結果先可以俾到人睇嘅啫。咁即係我砌模型砌一個月嘅話，我可能即係一個月之後先至可以俾到人睇。其實中間嗰一個月咧，如果你做一個做 page 或者做 media 嘅嚟講，其實中間係空咗，你係好，即係唔係咁
咁對你有好處，其實咁所以就我會有感覺得拍埋個過程啦，因為同埋咁你將嗰個模型嗰個作品咧，佢可以消費嘅就要去到最高咯。除咗最尾嗰個 final product 係有嗰個完成品之外，再俾埋一個好好睇嘅過程俾人睇，同埋以嚟就係一路做嘅時候，你會覺得嗰個過程我自己都會好享受嘅，覺得過程嗰個畫面都係一個好好靚嘅一個畫面嚟。咦，咁啊有同感，所以可以擺埋落去咯。哦，真係，啲觀眾肯定同你頭先嗰段説話有同感嘅，因為佢哋我睇翻佢哋啲 feedback 啊，都係好喜歡去 share 啦、讚啦、有 like 啦。咁當然有啲人會up down up 西都乜都有啦嚇。咁但係咧就真係睇到頭先你個 point 你做到啦，因為就係有時可以，我就覺得第一浸就治愈啦，你睇完好舒服啫，我乜都唔諗啊，睇住你啲沙沙聲啊，嗰啲最多嗰啲聲。係配落去有啲。配落去嘅咩？有啲係配落去咯。哦，真係。好難錄㗎，其實。我以為錄得咁響，哦，係咁係，你個背景聲。因為個 cam 喺度，咁我做嘅喺度咁樣，咁個麥又係唔喺另一邊，其實好難可以。哦，咁嘅，咁你係咪刻意再做咯？做翻同一件事，不過就做翻同一件事嘅。哦，咁啊真係唔知喎，嗱呢個我諗 behind the scene 啊，真係，我諗好多觀眾以為係真係錄嘅啫。嗯。我都以為係。有啲係，有啲唔係。係啦，係啦，哦，明啦，因為我見過咧，有啲拍片高手咧，嗰啲聲好大嘅，就係咁樣，好似你好正 exactly 你嗰套方式嚟嘅。哦，原來係咁，因為佢咧，譬如我哋做一個有咖啡嘅廣告。倒咖啡咧，嚓嚓聲嘅，屙尿咁樣噶嘛，你係啦，嘟嘟嘟，係冇錯啦，屙尿好清脆，你仲 feel 到係點樣可以校靜音啲嘅，即係屙尿聲，即係彈落個水氹，再彈翻落嚟嗰啲。我原來再整嘅。同埋另外就係、是、我諗，如果你做開 media，、你會知道你好多時你冇嗰個 budget 噶嘛。係。你要例如你錄到嗰種好治愈嘅聲音，係、要一個好大嘅、好勁嘅器材，同埋你個空間係真係要好 support 到先得㗎。咁如果要咁樣就可以做得到現場收音都可以做到個聲，但如果唔得你就額外再錄。啱啱應該就要整支毛毛咪咯，你叫吊住可能會好啲。或者特殊收音咁啊啱嘅，不過就算 even 去到荷里活嘅製作咧，就算佢哋用現場收音，去到尾其實都係要配嘅，配嘅冇錯。因為佢哋一路拍，可能一路個導演多啲，俾多啲我，係類似咁樣。啊，你有冇讀過電影製作嗰啲嘅？冇嘅，我係讀 design 嘅，讀書嗰陣係讀 graphic design。咁但係有啲呢啲嘅興趣啦。其實嗱，觀眾嘅。即係唔係喺 Facebook 面前嘅觀眾咧？其實自己分享少少其實天分最緊要，同埋有心最緊要。即係技法嘅嘢，頭先我哋都有討論啦。呢啲技術嚟嘅 software 嚟嘅啫，呢啲係咪？即係有部 iPhone 影相好靚嘅，講真而家。呢啲係方法咯，去實行你嗰個意念咯。最重要係個意念啊，思考個故事啊，呢、這個。係哇！呢、這個真係呢、這個係好多謝人同我哋分享過，因為其實我哋有時啲製作咧，你表面睇好似好 casual 好輕鬆，但係其實自己用咗好多時間、原來 Amica 啲片咧，點解啲聲咁特別，或者咁捉到你嘅眼球或者耳朵咧？就係其實佢重新配音嘅。咁啊，呢個真係問就唔知。咁啊嗱，啲片其實都我相信你都達到啲目的啦，有分享有共鳴啦，甚至有啲話題性啦，咁啊 ，even 有時啲報紙啊，好多人都訪問過你啊，咁啊，當然啦，個起步點係咪係幾年前你贏嗰個比賽嗰個起步點算唔算係？嗰個係其實起步，如果講話，如果撇除 startup 呢一個 brand 嚟講就之外咧，我覺得起步點唔係。反而不是個獎，個獎是令到你多一個行頭。但係，例如嗰陣攞完獎嗰個月，咁有啲學生嚟上堂，我問佢：哦，啱啱個比賽有冇睇？佢哋唔知㗎，佢哋未必知道你攞獎咁樣㗎。其實嗰個獎啊，或者比賽咧，係我哋喺圈內嘅人可能會覺得係我哋個世界㗎啦，已經。但係你跳翻出嚟對好多。好想講拜拜，拜拜。我開始講拜拜 ，OK 嘅，好得拜。我哋收到你真係，我哋借咗上網104嘅地方拍嘅。介紹翻，係啦，冇錯。嗱，有禮貌啦。係 ，OK， 幾好。喂，嗰個因為個比賽，我哋對圈內人咁以為嗰個已經係我哋嘅全部嘅，但係跳翻出嚟好多啲純粹砌門鏡，佢哋未必好留意呢啲嘢。但係佢哋反而留意嘅係真係純粹嗰個喺。social media 上面你嗰個作品係點樣啊？你係點樣去 promote 你嘅 product 啊？
咁樣咯。咁所以嗰個係嗰個獎係我俾自己睇咯，好多時反而係未必係，反而俾人睇或者係一個起步點又未必係，即係起碼我自己覺得冇話贏完，同埋我唔叫贏咯，唔係攞第一始終，我攞第三嘅。我冇覺得攞完獎之後有特別好躍進嘅一個感覺咯，反而唔係咯，其實。係，同你傾個偈咧，我覺得好得意嘅，即係好年輕人嘅。點解咧？雖然啦，你我諗有啲人你呢個年紀，你未必自稱好年輕啦。我嚟講就覺得好年輕，因為我識你嗰陣仲細啦，幾年前。咁啊你好率直嘅，好率直嘅。但係你率直得嚟咧，又有啲都其實算係咁噶啦。即係你識得咧，即係喺翻嗰個位中間，即係有時年輕人會飄飄地嘅，個個都會嘅。有時或者太過沉，即係沉到匿埋咗，收埋曬自己，有啲咁。啊！你就合乎一個中間中度咯，形容。哦，唔黑人憎啦，或者。O K 嘅，係 O K 嘅，係因為係啦，你個最緊要唔好黑人憎，係嘛？咁啊，呢個我諗個個都想唔好黑人憎嘅，呢個係啊。咁但係你都算係即係，我覺得其實你唔係好中意講嘢人嚟嘅，我覺得，因為睇呢啲文章咧就唔係。我幫我講翻個片先啦。嗱，片嗰度咧，好多唔同嘅觀眾嘅喎，咩人都有喎，有外國人啦。內地朋友啦，香港朋友啦，中意高達嘅啦，或者啲唔中意高，即係唔識高達嘅都會睇呢啲片。開唔開心嘅嘢嚟㗎？當然開心啦。係。不過好多 view 係即係好開心嘅。但係另外我都係會想俾香港人睇多啲嘅，其實係啦。係咯，即係唔好話拍俾香港人睇，應該係話為香港而拍啦。有嗰時都係。OK， 咁初頭可能冇咁。大呢個感覺，可能之後越嚟越個對個環境有感覺嘅時候，你會其實你唔係刻意㗎，你唔係壓突㗎，你自不然就會擺咗好多你自己有嘅諗法落去，咁於是先至有嗰個故事喺入邊，咁所以會想俾香港人睇，咁去到最後可能依家嘅階段就會係想拍香港人嘅嘢俾外國嘅人睇，呢個都係一個。都是一個其中一個出發點，其實咁你話開唔開心，梗係開心啦。咁而睇翻其實佢嗰個數據最多又真係唔係香港人喎，其實最多可能美國係咯，美國係最多。咁所以之前佢話收30%，你有冇收到呢、這個？即係30%美國税咧？有咁提過咯。係啦，係都捉蟲嚟。初佢就話要你報咗申報咗之後咧，唔係雙重報税咧就 O K 唔收。而家好似唔係啊嘛，直頭話知你啦。總之你用我呢個平台咧，我無論你咩國家人都要收啦。都係咪啱啊？我get到個 point 好似係咁。咁啊，但係嗰度唔好理佢啦。咁我哋話。我哋始終我哋用緊嘅平台，咁即係冇得講嘅喎，係咪先？你上咗人隻船，佢話要收。O K 㗎，我係完全信服於佢嘅，甚至我本來唔覺得 YouTube 係應該收到錢添嘅，其實，即係我本來最初嘅 YouTube 其實係係可以好賺錢，我依家諗起 ，O K， 即係就算我哋通過我哋個平台，其實我哋都有少廣告費賺到啦。係啊，係啊，我諗你應該都 O K， 唔錯，開心，因為唔單止係你肯定咗你，其實即係我發覺咧係美國係最多嘅。美國是最多的，係啊，譬如我哋換個 TV， 當然香港係最多啦。咁但係跟住就係美國噶啦。咁啊，當然要佢哋要識即係廣東話啦，或者叫識識地聽咁啦。咁啊，同埋個內容好緊要，因為你啲片裏邊主力都係音響啦，有少少音樂啦，同埋畫面取勝。咁啊，基本上就冇乜國界嘅，其實共同語言啦。係啦，呢個係做得好啱嘅。即係就算我一個國內嘅傳媒人咯，我覺得係估唔到。即係你又唔係入傳媒人啦，你係一個砌門愛好者啊，又讀 design， 但係呢樣嘢對嚟講其實係你唔 suppose 一定要擁有呢種能力，但係你做到出嚟啊。其實我咁講嘅，其實你係做緊好多做開 media 嘅人做唔到嘅嘢，你做咗啦，係啊。即係所以我有時候覺得你拍片會可能叻過砌模型嘅，我認為啊，即係我覺得即係，譬如兩個比分數，我唔係話你嘅能力高低問題，做出嚟嘅效果，你拍個片咧。個效果可能比你砌模型嗰個效果咧，可能仲出色都唔頂嘅。呢個我知啊，嗰個普及率係一定肯定係多啲。其實唔單止係模型，係其實即係講開扯開咗，但係講開拍片，其實各行各業今時今日都係面對緊呢個問題咯。你起碼正唔好話拍片，你正常常影張相都係要起碼執下個背景啊，好睇少少啊，起碼校翻光。
啲啲啊。咁 iPhone 影啲相通常都係偏黃少少嘅，你校翻藍少少啊，咁樣越學越多。即係你係反而唔係話呢一個技能叻唔叻，而係你有心於你嗰個 professional 嘅時候，即係你屬於你嗰個範疇嘅時候，你就自不然係會轉咗入去呢一個視覺嘅嗰個媒介高度咯。反而咁而其實係各行各業都係咁就算你普通其他任何畫畫啊、音樂啊嗰啲，都係要你拍咗片放咗上 YouTube， 係一定會多人睇過你就咁彈琴噶嘛。其實係咁，所以如果你話我嗰個片係個認受性或者認受性啦，係多過模型，我完全唔否認嘅。係嗱呢個啦，一來你都覺得係啦。頭先你講個 point 都緊要嘅，就係最各行各業咧都面對一件事啦。就不要說難題，不過就真的要大家面對的，就是如果你用 social media 呢，可能有一些基本的能力你要或者技術你要懂得要學，是的，沒錯。因為現在很多我說香港人，大家說香港圍繞香港講，其實香港人很多時候是好像都很先進，好像都挺厲害的，很快，很反應，很敏捷，但是 在 online media 或者 social media 呢，我就覺得反而有一點落後的，即是有些東西是咦，為什麼你即不是不懂不懂問題，其實你很懂得去用，譬如外國的朋友或者很小個年紀幾歲大那些呢，我在香港見到的 YouTuber 呢是只有二年級而已，四年級，但是我大膽說他的口才呢好過很多所謂的，即是不要踩人，即是大人，是大人得了，不要說你說所謂已經是踩的踩了的，你真是踩的嗱，這個可能是 OK 的，即是他說的比我更加，但是可以、就是、是可以說的，是啦是啦，他做得獲得是可以完全直接，是啊是啊，咁啊真係這個是普遍嗰、那個嗰、那個叫做能力度咧，係未達到一個國際標準嘅，即係我哋咁講，即係因為譬如你要去做，咁你冇理由呢樣嘢唔知㗎，咁即係係啦，冇錯，好似個語言咁，即係以前我哋一定要揸筆寫字，好耐前揸毛筆啦，後屘我哋讀書嗰個年代揸原子筆、鉛筆啦，係咪先？一定要逼我哋好細個小學嗰陣要學嗰啲咁啊卡片簿㗎嘛。好啦，而家咧就調翻轉啦，即係咪就另一個領域啦，就可能要真係影下嘢嚇，呢、這個就差唔多基本技能咁樣嚇，即係點樣裁張相啊？係啊，我早幾日我都同人分享過，喂，我自己都唔係影相嘅，即係專門啦，咁但係我都已經開始學識一啲嘢。喂，你出個畫面出嚟，你唔好太過差啦，係嘛？因為可能調翻轉你唔係幫一件事，可能害一件事嚇。咁、呢個位啊，呢、這個就阿文有懂得用呢件事。喂，其實我細佬都係叫阿文，有我細佬。同你一樣面尖尖咁樣又係，係啦，即係所以好親切嘅，所以見到你咁啊。不過好，不過佢哥就叫我見到大老闆咁，大老闆就唔係啦。不過好想做一個老人家咁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嗱，片嗰度咧，你嚟緊會唔會再做多啲嘢咧？雖然你話拍高大嗰啲都拍得幾開心啊，咁又好似真係達到你某啲目標啦已經嚇。咁你會唔會再有啲多啲目標，或者會做多少少嘅拍片咁樣？當然係會啦，同埋你話達唔到目標又。始終本身冇乜特別 set 一個目標嘅，其實，所以好個人講話達唔達到目標，反而係佢去到嗰個位置，我會幾開心喎。咁、如果你話另外嚟緊會想係，首先係拍多啲片先啦，即係因為你啱啱講話哦，會做啲即係會做啲新嘅嘢啊，其他方向，但係我會覺得其實本身舊嗰啲嘢都未做得好好嘅，其實老實講，即係就算你啱啱講話收音嗰樣嘢，去到今時今日都仲未。解決得到的，其實即係都係好嘥好多時間，或者啲器材都仲未做得好好，我諗本身舊嘅會做翻多少少先，二嚟就係嗰個密度啦，出片個密度係必須要多，依家其實平均一年先至出一條片嘅，其實，一年先出一條片，其實係唔啱嘅，係不道德嘅一件事，又唔係唔道德，即係個產量低啫，係啦，即係而我係咁，當然如果你話好囂張，我係一年先出一條啊，出咁。但不是因為我真的想出多些，但又控制不到自己的效率，所以我是想出多些，即是出多些片。我想有些難的，一年即你說出得密一點，我不是一年說 一條就搞好大，即起碼幾個月要有，如果你有心去經營。原來這麼久才一條，我就不覺得，因為可能我看得不多，說真的，我不是咪著你的 Facebook 去看，但是就這個因為你平時很多工作的嘛，因為你已經現在是全身即 full time 去做全職砌模型的導師，是不是應該主要是、教很多班，剛才上堂是這陣子去恢復實體啦，
之前其實不嬲都有實體，之前都冇用過 Zoom， 一路都用實體。我直最疫情最勁嗰排，我就其實停咗開班，係冇開到班。跟住 Zoom 嗰個，因為其實都係懶咯，因為好麻煩，所以就冇搞到。同埋可能啲學生覺得冇咁好啊，即係佢我哋問阿 Sir 嘢咁點啊，跟住轉頭有時會答聲噶嘛，幾個一齊出聲，你又好似應付唔到。我想都是一些技能性的學堂就難一些，即有些理論性學科就行了，即是講理論啊，即老師講多一點的表演啦，其實那些就 OK 了，但是你交流多那些其實就有少少困難。開會得，我們經常都用 Zoom 來開會的，但是上堂可能會差一點點。很多朋友仔都喂很留意你的，又叫你老師加油的、YouTube 沒更新，真的有看你的，我都 看了，真的沒更新，看到你的片真的學啊，是咯。剛才有個我們要看一看的 Thomas Fu， 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是我們的 Top Fans， 還有這個、Thomas 他都是一個砌模型的人的、但是即不知道、你們有機會交流一下跟阿文一下、Thomas 你因為 他好像提過沒記錯他又很想做這行，即不一定模型，他可能即玩具都挨著這些叫 Hobby 的東西、其實你當初你都是想著這樣的嘛，怎樣即現在這樣，現在你滿不滿意啊？這樣全職教模型其實都不是個個做到的，滿不滿意啊？滿不滿意啊？不滿意的，不滿意，有什麼不滿意啊？即收入方面還是不夠多？我想是收入又 OK 的，但是其實現在是變了，因為我和你都叫做是在一個玩具界的周邊裡面 去賺錢、其實但是依家係變咗砌模型同埋教班，咁呢個係叫做一啲好時間換錢嘅嘢嚟噶嘛？時間換錢，你付出幾多少時間就有幾多少收入噶嘛？係好公平，同埋你係走唔出呢一個巨輪噶嘛？咁、但係你叫做好多人去打工選擇去開鋪頭，其實都係打，其實你一當一時間換錢嘅時候，咪就變咗係打工咯。就係、是、你付出嗰個時間有嗰個錢咯，但係當你搞生意，你應該有建立到一個系統，然後呢個系統去，你係甚至有一日你唔喺度嘅時候，佢都喺度 run 緊，跟住佢可以收到錢噶嘛，係、應該要咁樣先得噶嘛。你即係間唔中去跟下嗰條 line 啊，嗰、那個啲嗰啲科技入貨點樣就會自動有錢。咁所以依家呢一種工作嘅方式係我唔太想嘅，唔係最理想嘅，唔係最理想嘅。我會想，但係其實會諗得浪漫少少，我會想係真係可以。可能靠周邊賣嘢或者收視嘅錢可以夠食，然後我就淨係做我想做嘅作品咁、就算啦，咁樣。哦，即係其實你最終係比較想即係專注做作品。係啦。係啦，就唔係做教練啦，即係好似即係奧運會咁，我哋就奧運啊嘛，希望我搞成日本咁啊，做奧運噶嘛，即係你希望落場，我就係嗰個人嚟嘅，就唔係做教練或者 support 嗰啲。看一支標槍是否插住落地嗰啲，唔係做嗰啲嘅。而家有少少呢個感覺係咪啊？喺個場入邊啦，但係又唔係我想最想做嗰個崗位。係咯，同埋以你難免咧係變咗同好多同行係有競爭喺入邊。當你係接觸到有學生啊嘅時候，就少不免有競爭，但係其實又唔係咁想加入咗呢個戰場喺入邊嘅。其實咁就。希望是可以專心做作品，咁作品會幫你說話噶啦嘛。咁我聽完頭先你啲分析，你講到即係點樣？頭先你講嗰啲咧，即係點樣咪揾同事幫你手啊？咁啊，我又回應翻你咧，你放心啦，你已經有咗條件噶啦，你識得咁諗咧就 OK。其實最唔好話最差，因為有啲情況就係佢想改變個狀況，但係佢唔知點改變，而你係知嘅，你係知道嘅，你其實方向都有噶啦。只不過係啊，可能你話會唔會 YouTube 嗰邊帶俾你多啲收入，幫你幫到你手頂住當生意啊？定係話用其他方法？但你好清楚呢個係一個過渡期，可能係過渡期，因為冇一個 superstar， 冇 superstar， 冇一個你認為自己好滿意嘅工作或者一個行業或者一個位置，你係一步就上到去嘅。係啊，幾少嘅，我諗啊，唔係冇嘅，我諗都極少。係都好快跌翻落嚟咯。係啊，又或者甚至嗰個人係唔想做嗰樣嘢嘅。有很多很偉大的人呢，或者 performer 運動家都我其實不是想做這件事的，他是這樣說的。那你是事後後悔還是當時他都 enjoy 呢，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最重點就是我都未比較少見真的一步登天，簡單說、這個、但是你懂得這樣想，我覺得已經是指日可待的了。
係因為你明白到，咦係喎，用時間換錢嗰樣嘢，呢個就係好多人嗰個困局嚟嘅。當你用時間去換錢咧，我就覺得哇，就唔係大鑊，係啦，你願唔願意咧？有都好多人願意㗎。有很多人願意，或者他不是願意，即是他 OK OK 的，沒有願意 OK。 不過因為沒有說好還是不好，你都是選你做哪種人而已，說到尾，最後都是。其實，其實很難免是想到市區真的想做生意，很多時候，不是特別一個很宏大的信念。做生意呢，就真是有時真是無心插柳的。因為我都見過很多成功的生意例子，他是因為他那個方向幫到人，或者做了一件好事，他於是呢他就生成功的生意。這裡不多說，大家上網查很多這些例子的、所以不是說那麼少，當然你很有計劃也是好的、即是奉勸大家，即你覺得很好，你說在市場裡面很多人砌模型過做教師或者他有個 workshop， 那難免是有些競爭、但是我覺得正常行都有競爭，就算你說我純粹去砌模型或者做作品，其實都會有競爭的嘛，是不是？可能你下對手就是嚇、啊，即係捉個龍之啊，即係 whatever 啦嚇，一啲大師級啊，咁都可以可能有一啲你自己唔係好預見，咦會咁嘅，點解會咁？因為去到嗰個位置你就知嘅。係啊，即係有時譬如好多朋友咧好羨慕某啲工作嘅，我哋啲朋友觀眾朋友都話，喂開做玩具鋪好開心啊，或者做玩具好開心啊。咁其實咧苦樂參半啦、即係最緊要係中意，你唔中意咧，其實你做咗行入咗行，你就覺得哎呀好痛苦，有啲人覺得有㗎。不過呢個係香港人好，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差嘅一個習慣同埋一個諗法嚟嘅，即係佢哋好中意去，好中意去羨慕啲人。哇！你做呢個咁啊正啦，你做嗰個真係正啦。哇！你興趣變職業喎，勁喎咁樣。但係其實你無論做邊行嘅，佢哋對住邊個做咩咧，佢哋都係習慣咗羨慕人。但是你哋咁樣係唔係你哋啊？即係依家我哋咧，我哋係啦，我哋係好啲嘅，佢哋 OK。即係你當你要要 enjoy 你自己嘅工作係好重要嘅，其實咁你唔係下下都要開鋪頭做生意先得嘅。即係你唔係話我哋去唔去用唔用興趣變職業，係你冇必要揀一個你冇興趣嘅職業嘅，其實因為你無論點你條路都係自己揀。即係好少，即係會話身不由己啊，或者點樣？你尤其對香港嚟講，轉工係好似係要宣咗誓先轉工，即係對佢嚟講一件好大件事嚟嘅。你明唔明轉工？即係咁，但係因為即係有時同啲 friend 傾偈，喂，你呢份工唔中意咪轉工咯？轉工你養我？咁唔係要養你，你先肯轉工噶嘛，大佬！即係太過習慣墨守成規喺一個地方入邊，咁就算你當年翻呢份工嘅時候，你都要喺第二份工轉嚟呢份工噶。係啊，係啊。咁所以呢、這、一個你一味去羨慕人嘅諗法係非常之差，唔係好啊，係啦。係啊，同埋有時唔好歸因於某啲東西咯，即係你要轉工，你想轉你咪轉咯。或者我真係經濟問題，或者原因，或者你更遠大目標，我想儲錢買樓。舉例先嚇，咁你咪唔好轉咯，即係咪揾啲叫做揾到多錢嘅工咯。你又唔好怨人，因為你有目標啊嘛。咁我諗呢個係好多。唔好話後生仔或者呢個年代香港人都其實好多人都係咁，即係講全宇宙。呢個係習性咯，係人嘅幾人類啊劣根性嚟嘅，好似高大人咁，劣根性啊，係啊，即係有呢啲嘢嘅，咁啊所以啱嘅，即係難得你睇到呢樣嘢，咁其實都可以通過你嘅作品啦，其實影片都算係嘅，而家呢個討論傾偈都係，即係可以分享到一啲我哋認為啲好少少嘅東西同大家分享下。剛才很多朋友都關注，他叫你呢創立自己品牌喎，焦咗頭呢啲唔講，會唔會做自己 design 嗰啲？得唔？你覺得你做唔做到啊？講真，機械設定嗰啲，我覺得係做到嘅。喂，咁得啦，有計啦。我哋咧最近我哋有個好朋友，佢今晚冇上嚟啫。摩卡唔知有冇睇，應該冇睇噶啦。佢通常我啲節目佢哋唔睇又衰，我可以鬧到你哋咧。講笑啫，啊可以講你壞話。摩卡咧，佢最近咧。他畫了一些東西，給你看看，順便給觀眾看看，這個真的要 show off 一下。哇，這個呢，廣告時間。人生其實多時都是互相宣傳的廣告。哇，我覺得真的很厲害。我可以用厲害來形容，因為香港懂得畫的人有，但是畫得那麼好的人都有，但是同時你懂得畫，畫得那麼好，懂得畫，而你夠膽畫呢，其實就沒有，接近沒有。
接近冇。OK， 哇，唔係呢個，係咪呢個？冇，我肯定啲先。等我公司嚟㗎係嘛？但係玩具 TV 嘅主持 Walker Machine 啊 ，Walker Long 嘅 Walker Long 係啦，佢嗰日咧就竟然飛咗一紮畫出嚟，哇！我睇完之後咧，我真係有啲汗，唔好話汗顏啊，好羨慕佢，即係原來佢一手畫咧真係得嘅，即係呢個咯。突然間你可以反轉俾啲觀眾睇睇。介紹翻。系啦，哇！佢原來佢畫噶喎，好 low tech 啊！我哋用呢、這、一個，係啊，咁先夠，咁先夠 good 啊嘛，即係反光、啊、自己上翻去 Walker Machine 個 Facebook 度睇啦。有冇介紹翻？係啊，呢個機械人佢做噶喎，佢設定噶喎，係嘛？嗯哼，肯定係原設啦，係咪啊？你好熟啦都，係咪啊？係咪原設啦？哦，係佢，我喺你哋嗰個 page 入邊都成日見到呢個胡鬚哥哥嘅身影。係啦，冇錯，佢係一個哥哥嚟噶，係啦。係。不過你講到，因為睇開呢個機械設定嘅，都真係好多人都會話都敢畫，都夠膽畫，都有技術嘅。大陸都係咁。不過你講到呢樣嘢就變咗好多時要有故事去做 basic 啊，喺嗰個設計原創嘅一個機械嘅裏邊嚟講，即係你其實就咁畫一個，譬如你畫成點到，你大量生產就係一個 character 嚟嘅。其實你只要夠膽去生產，你幾核突都好，都係一個 character。你睇依家嗰啲扭蛋就知嘅，即係明唔明？即係嗰樣嘢係大又幾靚嘅，即係你做咗出嚟就一定會有你嘅，你嘅受眾。有吉士係啦，咁啊，你講得啱喎。阿 Walker 正就係講話，我啲故事唔係好得。咁啊！即刻有人愛我嚟啦，咁樣即係咁啊！我諗其實你哋可以考慮大家傾下偈，因為咧你可以嗱佢砌模型都有一手嘅 Walker， 不過當然我諗佢未到去參加比賽嗰啲，或者佢冇時間參加比賽啦。但係佢手畫咧我都見過啦，即係係厲害嘅。咁咧加埋咧佢以前嗰個經驗就唔講啦嚇，咁就係、是、咁所以咧佢又有原設喎，又可以咁做喎，咁啊你又可以立體化啦。其實你可能你都要做到原設，其實可以真係傾傾香港人可以諗一班。其實香港人唔止咁多嘅，好多嘅有啲。是爭個錢咯，講少啲，即係係啊，爭下錢就問你投資啦，跟住咧就係啲 fans 啦，即係香港要捧翻香港人啦。你覺唔覺？雖然你咁細個，其實香港人咧，我五十幾歲咧，香港人有一種習性，呢個真係香港人嘅習性嚟嘅，就係咩咧？香港人係踩香港人嘅，永遠係踩香港人嘅，係嘛？聽我問你講咩？係啦，係李小龍典型例子啦，即係好多啊！我唔講咁多，因為李小龍先生就比較至高無上啲，冇乜人會即係端啲啦，會挑戰佢個地位噶。OK， 其他唔講啦，係再生啲唔講啦。好多時佢就要兜個圈翻翻嚟。哦，你香港咁勁㗎，原來你哇，原來香港咁人好勁啊！香港人有咁唉，即係你香港人啊，真係勁。遇到好多啊，遇到好多啲情況。早其實呢兩年係本土嘅。的情緒是多啲，但係如果呢兩年之前，起碼好多人一講話，哎睇咩咁港產片唔睇，第一句就話唔睇港產片，咁冇咁個個導演上曬大陸拍片，你抵死嘅你班香港人，我係望住鏡頭講呢一句，你抵死。喂，一講話廣東歌，唔買廣東歌你點？你係抵死。當佢哋唱普通話歌嘅時候，即係你明，即係香港人係唔。支持香港文化，你不要去到咁好啦，咁就哦，你話 OK， 咁方浩文依家佢夠貼地啦，話又唔見有人話買爆佢啲碟，即係你明唔明嗰樣嘢？咁係咯，所以係，但係反而係去到咁，當然我知道一個，即係始終我哋呢度咁細，係慣咗去燈塔嗰種照遠唔照近嘅，即係慣咗去嗰來到貨店，即係事出必有因嘅呢度好熟。但係但係呢一班人喺呢個地方係一定會經歷呢個階段，之後會去好似其他國家咁係會支持翻自己地方嘅產品。咁我覺得咁而你見到依家可能生產又越嚟越方便，佢畫嘢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容易，越嚟越多技術。咁我覺得係未來可能十年、八年、廿年內係會開始多好多啲我哋自己嘅。故事咦，我有同感喎、啊，我有同感喎、啊，因為呢段時間咧，其實香港文化創作咧，有啲人認為係低潮啦，又話咩音樂已死啊，樂壇已死啊，跟住有電影，即係香港生電影又少咗好多啦。咁我覺得係市場問題嚟嘅啫，最主要你有市場自然就又會做蓬勃翻噶啦。反而睇到咧，香港人嗰種
嗱，佢度講嘅觀眾都好嘅，香港人中意蛙虎啦。咁但係咧，Ken Cartoon Tool 啊，即係講咗啦，華人咧係好唔會讚美人嘅。嗱，呢個講得好，即係佢唔係負面言詞嚟嘅，好唔會讚美人，係讚美係好事嚟噶嘛。好唔會即係話你唔懂得，即係佢唔係話你哋淨識鬧人，即係呢個係已經負面嘅。其實咪我哋踩咗同一個地雷咯。即係當我哋話緊人中意挖苦人批評嗰陣，其實我哋同樣係批評緊人。但係咧，阿 Ken 都要讚讚你嚇，即係華人係好唔會讚美人。呢個真嘅，我自己以前我工作環境裏邊咧，我識好多外國嘅同事啊，直情係佢哋好識讚美，真係唔係話係有讚唔係有讚，但係佢有機會嘅話，佢會讚賞你、欣賞你。其實呢個過程就大家關係會好咗啦。第一件事，因為你真係睇到對方嘅優點，你一個 teamwork 咧就會好啲。如果華人嘅習慣就係你挑剔或者你睇到人有點，其實你睇唔到好處啊。其實一定兩樣並存噶嘛，係咪先？你兩樣並存，你睇到個好事，其實成個氣氛咧就正嚇。咁啊，所以我自己我覺得未來嘅香港嘅文化創作咧，其實係有好大嘅可能性，可能性嚇、啊。空間唔敢講，因為唔係我俾嘅啊，但可能性係有嘅，係有嘅。我微微嘴笑嚇，好多可能性有嘅。咁即係變咗咧。這個可以大家加油努力啦，咁同埋即係，我真係見到你同摩卡咧，我覺得真係，你諗下，我撮合你哋呢個 team 真係好有一諗啊！因為古仔，我古仔我唔擔心喎，因為古仔咧，嗱我唔識砌模型，或者我畫畫唔叻，我都可以作古仔，係嘛？但係你哋擁有一個 skill 就係、是、要鍛鍊嘅。因為咧，其實做一嚿立體嘅技術係容易過去做一個。故事的一個 production 嘅，即係一講故事，你覺得是畫一個，例如畫一個寫一個劇本可能容易，但係拍一套電影啊，做一個漫畫啊，做一套動畫啊，嗰啲係會難二十萬倍到啦，差唔多，好精準計算，okay、即係係一個咁樣嘛。你唔係做咗一個小説出嚟就得噶，我老實講。咁樣咯，咁所以係個難係難在呢樣嘢。牽涉多啲嘅，始終一個嗱畫面上製作，頭先講有音響啦、攝影啦、燈光啦、道具啦，嗱呢個係好多時我哋亞洲人咧道具係最弱嘅，我咁講啦。海外最強咩係道具同埋音響係最勁。你睇翻啲港產片，其實你最大嘅分野就係聲音。而家好啲啦，即係接近咗啦，已經即係懂得即係學懂咗啦，即係等於鬼都學識吊威亞一樣啫。咁啊但係咧嗰個道具咧仍然都係爭啲。我見到創意係有嘅，但係我最近睇咗個短即係一個片啦，就 Making of 一套內地嘅高即係好高端嘅電影，科幻電影，佢正喎、哦，佢揾紐西蘭嘅 Weta Workshop。即係做魔界嗰間，即係 Peter Jackson 嗰間，就幫佢做所有嘅道具，包括 costume， 即係服裝。咁我終於知點解，哇！我真係睇真係好靚嗰啲啊！原來係咁嘅，原來澳洲貨嚟嘅嚇。咁、啊、就係因為外國人佢哋肯花好多時間，佢真係一個好似你哋咁後生年紀咩？哇！喺度女仔喺度慢慢掃啲油上嚟，掃件戲服嚟嘅啫喎，其實一件太空衣喺度掃喺度執。是很仔細咁做，咁呢個就係可能我哋咁先係基本咯。其實喺對佢哋嘅 production 係啦，咁呢個就好理由啱有電話添，唔係因為收鋪嗰呢間鋪就咁啊，唔好理啦，係啦。OK， 好啦，咁啊就所以呢個係好正啦。咁啊嗱，你啊片嗰度講咗咁耐啦，你講翻你少少你嗰個模少少，即係部分就講第二部分講翻你嘅模型製作。頭先已經差咗少少就係、是，其實你下一步會唔會真係想自己設計啊？即係做一啲。是當機械人先咯，我估你中意機械人啦。做啲自己機械人嘅設定啊，或者去嘗試去做啲設定出嚟，喂，會唔會有公司合作到？會唔會係想係咁啊？唔會，我咁好決絕啊！答唔係。其實唔會啊，我都好想講話會，仲要可以講得好有型、好有大志咁，但係唔係，因為始終。依家冇乜大字，即係仲有好多啲我好中意嘅模型，好想砌嘅模型，我都仲想想砌咗先。而我都仲想有好多我嘅技術都仲未去到嗰個好高嘅位置，可以做得再靚啲。係、即係覺得自己未去到極限，同埋反而唔係太想出力喺嗰、那個產品做產品嗰度、其實即係其實諗得好。
即係市侩啲啦，即係諗嘢其實好市侩。即係當佢做一個全新嘅產品嘅時候，係好老實會行好多冤枉路呢樣嘢。嗯嗯嗯，係真嘅其實。或者係咁，或者係未去到嗰個位置令到我想自己 design 啦。但係而家都會想係將一啲現有嘅去做翻靚少少，多過想自己做一啲新嘅嘢咯。啱啱你講到咧一啲叫做design 咧。我需要孫羽戰爭係啦，孫羽戰爭啦，唔使影啦，知道啦，一講孫羽嗱，呢個就係典型一個香港嘅，都係我諗第日嚟講，佢都係一個奮鬥故事嚟嘅。其實佢而家仲係，我諗佢未阿傑咧，未到話啊，我可以叫埋手收錢啦咁樣啦。咁我諗都未係，因為我自我所知，佢仍然好努力啦。呢罐佢自己要監收翻，即係生產部分都監收翻啊，要兩地跑來跑去啦。咁啊，當然開始見到係有啲叫成績嘅，有啲 fans 全世界都咁，但係初頭開始自己真係投資啦，跟住即係揾朋友成班，跟住又真係參展啦，咁啊，所以我咁樣識㗎我哋嚇，咁啊，然後咧就哇，即係真係你嗱，你都參個展啦，你會遇到嘅情況就係、是、哇，你好似有啲盼望啦，唔係都唔參啦，係咪？咁但係去到咧，你有好多人問啊，你又好似令到你好開心，但係轉頭冇嘅嘢，又或者甚至有啲係可能唔係 positive 嘅添嚇。咁啊，真係有啲含苦嘅，雖然唔係好難捱，但係即係有啲哇，你要俾人啲眼光啊，甚至可能受批評啊，哇！呢啲嘢咁樣拎出嚟，咁即係你會咁嘅情況。咁呢啲過咗一大段時間咧，佢先至我諗都有十年。係啊，係啊，好耐啦，係。係啊，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歷程咯。咁但係你就選擇，我暫時我砌埋模型先，係嘛？係啊，係都合理嘅。不過可能去到若干時間咧，你可能或者你都滿意自己嘅技術咧，可能就可以再達一步。因為未去到嗰個位咯，未去到嗰個位。OK， 非常好啊！即係你好清楚自己嘅，即係我唔係同意你啊。就算係我就算其實外國咧，佢哋好少做新嘅人物㗎啦。老實講，即係咁都係你應該熟過好多一個行情，即係一啲我哋佢大賣或者我哋見街，佢哋都係一啲舊嘅作品去翻出。今日其實即係咁樣咯。呢、這個我覺得好多地方都係好缺乏想做一個。呢個係我叫後 post 咩？一個後期興起咗嘅用英文方式，即係嗰個產業已經興起咗啦，就叫後段。咁佢就會好保守。就會重複啲成功嘅方程式嚟達至一個最大嘅商業效益。係啊，你發覺日本同美國都係㗎啦，即係我都成日講，我唔重複啦，即係嗰啲傳統嗰啲最大嘅系統 IP， 一個系統 IP， 即係唔係一個 IP， 系統性嘅幾百個 character 嗰啲套戲好長啊，入十幾廿個套版本啊，跟住又電視劇啊、漫畫乜都出齊嗰啲。咁咧，你發覺墨守成規嘅，甚至我講譬如日本嘅無面超人啦、啊。真係四十年啦，好似係嘛，差唔多四十年啦。咁都係做無面超人嘅，但係當然佢有更新，但係嗰個主流咧，那個主軸其實都係嗰樣嘢，就係、是、一啲叫做我形容嘅，就係、是、一啲叫做著咗特攝裝備嘅服飾嘅一啲嘅英雄人物。啊，只不過佢個個性可能變翻嗰個現代啲，可能呢個年代興比較活潑啲嘅，比較輕鬆啲嘅，或者有啲年代就講大義凛然、好正直咁樣嗰啲咧，咁啊一路變。咁啊呢個都冇辦法㗎，呢個係一個後時代嘅一個產業產物啊，你變唔到啊。咁但係新嘅嘢係會有，咁譬如你見到呢幾年都有少，真係少。我覺得最有創意嘅，即係以歐美啊，我認為啊，荷里活就係阿凡達咯，但係都十年好似。佢叫做興起一個好有 character 嘅一個 character。係咯，但係仲要佢係冇延續性嘅，但係仲要冇延續性嘅，即係爆嗰下好勁，跟住就冇咗。但係佢唔係為咗去出 product 去做，佢係為咗個故事先至做呢一個故事。所以去到尾又係變翻 Star Wars 咯、Marvel 咯，同埋拉打跟特啦，咁都講曬咁滯。四大支柱，咁啊，不過你又其中一樣，你好中意砌高，即係不過我相信咧，其實佢係唔 favorable， 即係唔造就你哋做新嘢。但係地方就咁講喎，你有新嘢咧，你好爆，即係爆到係好爆。係啊，係啊，咁啊，睇下你到時有冇依個咁嘅衝動或者嘅力量啦，或者你可唔可以遇到啲夥伴啦？你中唔中意同人合作㗎？答你唔到喎。係嘛？
體人嘅啫喎。我都覺得佢呢個人咧，就冇即係佢都係有啲咩嘅，有啲個性嘅，即係可能要慢慢睇人啦，睇人啦。係啦，嚇，可能遲啲會或者有一路變遷啦。嚇，因為真係嘅，即係藝術家，我形容啦，藝術家你有自己個判斷啊、立場啊咁樣，呢個係，但係咁先至好嘅。你太容易妥協咧，你又冇自己喎。嗯。咁啊，我覺得有機會你會可能遲到。喂，一第日有冇興趣？如果即係有換公司揾你，喂，我想你初都唔會咁。喂，你無端端阿文，你幫我整個機械設定出嚟，我諗都幾難嘅。嚇，即係就算 even 你阿 Siki 而家都叫即係有名堂啊，機械設定都好多人會 buy。但係佢都未必下有公司話揾你，你幫我重新做一個 Spring 以外嘅嘢啊，好冇介意啊，阿 Kit 啦嚇，即係我借個例子啫嚇。咁我諗都未必有咁嘅朋友肯咁大膽。咁但係你又譬如揾你試下，喂阿文，喂幫我做一個電影設定嘅，有曬樣㗎啦，幫我做啲後期加工啊，又或者係我有隻產品，我想揾個上色好，我幾中意你上色喎，你揾我幫我上色得唔得啊？呢啲會唔會考慮咧？我諗係。到時先算嘅啫，即係唔係想答廢話，我諗真係到時先算，即係睇即係啲演員最中意講呢句睇劇本咯，即係咁樣。咁但係其實你話有時做相色啊、做版啊嗰啲，其實都大大小小都試過，有試過嘅又有問過嘅又有。例如其實大陸嗰啲早排唔係早排，即係係好中意睇香港嗰啲。designer， 跟住問下你可唔可以做到呢啲去噴嗰啲色板啊，即係大陸嗰啲咩咧，嗰啲模型咧，出嗰啲合金咧，做色板俾我哋啊，我哋做官圖啊，即係都會有呢啲，但係嗰啲就冇接咯，其實係啦，因為核突咯，因為佢哋出得好實講，係啦，即係所以啲演員話齋睇劇本，同埋其實依家好興咧。或者國內啦比較興，嗱唔係好定唔好噶，即係好興嗰啲攞三國嗰啲人物啦，趙雲嘅一個機械人，總之係一個機械人，但係我話佢係趙雲咁樣，係啦，即係呢個唔 buy 嘅，其實我老實講，唔關佢係咪大陸，係呢樣嘢本身唔 buy， 因為其實好取巧嘅。本身日本都有出過呢啲嘢啦，高達嗰個咩武鬥傳啊，嗰個佢出得好靚，同埋佢。佢一系列咁樣出有埋故事咁樣，係一個成個 package 嚟。但係大陸嗰啲佢真係唔靚咯，同埋嗰啲你遮住個樣子，你話佢係即係你話佢係諸葛亮都得噶嘛？其實你話佢乜都得噶嘛？但係其實人哋嗰啲可能你真係覺得佢係趙雲嚟噶嘛？嗰個諸葛亮真係覺得好係哇！佢真係諸葛亮嚟。是即係好興係呢一種，呢個係要經驗，係經驗，即係我覺得係要經驗同埋去浸淫啊！你哋嗰年代咧，你後生呢代咧，其實我覺得你哋已經即係我哋咁多跟個當我五十年啦，香港五十年去磨練去吸收國際化一啲嘅文化各地嘅交流咧，其實真係幾進步噶啦！我哋個年代咧，你冇睇就係七十年代啲無線，冇乜無線啊，電視劇啊，啲造型啊，甚至我拍個科幻片，七十年代你估唔到啦，無線喺七十年代拍過叫《銀光二千》啊，聽都未聽過咧。嗱，有科幻片嘅喎，咁啲科幻片咧，嗰啲造型咧，其實都係你好似頭先你形容嗰啲啦，有啲模仿啊，又唔知點解個設定啊，無啦啦你即係人哋好多時高即係叫做高張啲嘅設定咧，就係佢有啲 make sense 嘅。我點解當得幾條帶咧？嗰條帶係掛住啲嘢嘅，原來嚇嗰個徽號咧，原來係可以有啲飛鏢嚟嘅。咁但係有啲設計就係你冇嗰樣加樣，呢個就係我諗就係一個設計上嗰個成熟程度問題啦。慢慢啦嚇，即係可能有啲啦。因為我最近見到啲譬如有啲內地啲雕像，我成日講工藝，哇！佢哋嗰都好鬼靚，跳得好快，真係跳得好快。佢哋啱啱完咗有個喺上海有個展覽咧。Wonderfest,嗰啲頭雕係喐得㗎啦，係啊係啊，即係包個巨石強心，係啦係啦，咁啊The Rock， 哇係喐得㗎啦，全部都係啊，係真係。咁所以技術啦，咁同埋如果出到貨啦嘛，係啊，慢慢都越嚟越犀利㗎啦，咁啊，所以呢個都指日可待。咁所以其實啱嘅，佢哋揾即係有啲廠方揾你香港呢啲上色嘅或者雕刻啊畫畫嘅朋友咧。絕對有可能，咁當然啦，學阿文話齋，你咪自己揀咯，中意，因為我都遇過啲係 O K 嘅，即係好嘅商家啦，又或者係好嘅一啲嘅夥伴啦，即係佢哋其實好明白自己嘅能力去到邊，而我同你合作咧，我就係淨係想要啲東西，
嚇，咁呢個係有，因為我自己同外國觀察入去咧，都撞過大阪嘅嚇，真係我平我就講翻我自己經歷，哇！即係美國公司仲要，唉，咁啊算啦，詳情唔講啦，要睇翻喺舊 Facebook 啦，真係咧一真係即係咩情況都有嚇，咁啊即係變咗就真係睇人嚇，咁啊。不過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path 嚟嘅，即係你有朝一日，如果可能你即係你個能力同埋你嗰個技術出到嚟咧，其實我諗好自然嘅件事。係啊。啊，你又唔會覺得好唔舒服啊咁啊？因為始終我諗你做得呢樣，即係我當呢一行咧，其實你都係好中意啲東西。咁啊，外國好多公司咧專請呢啲朋友嘅，即係我同你都係嗰啲，即係你要有 heart 嘅，你係中意嗰件事咧，你就會越做越好。啊！如果你話即係換時間打份工嗰啲咧，其實真係俾到某個分數嚟嘅啫。啊！如果真係中意件事咧，人咧起碼即係都好高分嘅。嚇、啊，冇講喺八分以外啦。咁呢個常見嘅呢行，尤其是係即係你冇黑咧係做唔到。嗯。嚇、啊！咁啊，講到你嗰、那個即係模型嘅創作，哦，原來你反而我又覺得你比較即係比我想象中你係比較原來唔係好特別嘅大嘅野心嘅。嗯、即係比賽，你最近都冇參加呢幾年。冇咯。啊，係攞住咗嗰個叫做嗰、那個算是第一個獎，定係話？嗰個係第一個獎啦。亦都最後一個獎咯，近年嚟講。唔敢講。即係你係啦，都未參加係啦。咁啊，但係而家都係好多朋友仔會同你哋即係會學嘢啦。咁學，你覺得而家啲學模型嘅朋友仔，佢哋嗰個最大優勢喺邊啊？最大優勢啊？嗯，佢哋咧係啦，講啲小朋友，啲小朋友多係咪？大人多。大人多，好多都係大，但可能仲大過你嘅。好少細蚊仔，好、哎、多大過你嘅。係，我 OK， 佢哋即係。所以唔好再喺我面前講年紀兩個字啦。係，我會揼你的。係，因為你、okay、你最細。係啦，你陣光係真係會揼你。OK， 好啊。OK， 啊，係啦，會令你當你個人睇嘢係淨係睇咗嗰個年紀嘅時候，你個眼光狹窄好多。嗯嗯嗯。即係起碼佢講嘅，你會用咗第二個濾鏡去聽佢講嘅，所以呢個係相當之唔好，好實話。即係就算其實有時學個班有一班人，即係跟住大家圍張台喺度請模型，咁有特別有一個係十歲嘅，哇咁細個，係啦十歲，跟住其他多數可能四五十啊，或者卅幾啊咁樣。有時佢哋同佢話：，小朋友叫咩名？小朋友砌緊咩？我會鬧佢哋㗎。老實講，唔好叫人做小朋友喎。即係佢，我問你問佢叫咩名字？哦，叫阿 Will 啊。哦 ，Hi 阿 Will 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尤其呢幾年，我哋大家要好，無論係上一代嘅定係下一代嘅，我哋要學識去撇除咗嗰個人係屬於邊個年代先。老實，即係例如其實早幾年我哋好興鬧啲廢老。不喜歡啲後生仔，或者其實我哋又好興佢係嗰個年紀，我哋就唔聽翻佢。係啦，但係佢可能講嘅係啱噶嘛。嗯。係啦，咁而好啦，廢老唔中意後生仔，但係後生仔講嗰啲嘢都係啱噶嘛。咁、有時佢哋先唔中意後生仔，然之後後生仔做啲咩佢都會唔中意嘅。咁當佢哋唔中意嘅時候，就會係話翻你後生，你係唔識噶啦，唔好啦，唔好下諗住轉變啦，你咁後生，你唔明噶。但係可能你係真係行緊一條錯嘅路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兩班嘅人都需要先去撇除咗對方係屬於邊一個年代，先至再好好去吸收你需要吸收嘅。尤其喺我哋喺呢個時候嘅時候。有時唔係講得太敏感嘅，而係我哋即係作為人類喺呢個咁網絡嘅時代，我哋每日吸收咁多垃圾嘅資訊，不知所謂嘅資訊，我哋好需要去攞一啲對自己好嘅嘢，令自己有益嘅嘢咯。OK， 咁而另外講完咗，但係去翻你啱啱講個問題，就係、是、依家呢個時候學砌模型有冇優勢？我覺得係絕對有嘅，其實，因為其實如果講翻我自己，即係我好難講我當年嘅，因為我當年唔係一個當年咯，即係都係。其實我記得我啱啱去砌模型咧，就可能小學已經開始砌啦，但係去到中學先認真真想買部噴筆、買個泵去噴油咁樣咧。嗰種好麻煩噶，要即係起碼啲泵最平都差唔多2000蚊噶啦，其實。哇！即係要成套架撐，我諗淨係噴到油要2000蚊，跟住再要有抽氣箱啊，即係你當係抽氣扇擺台上面嘅，跟住再有其他唔同嘅
個門檻好高喎，真係。當時嚟講係好高喎。咁或者有啲低啲嘅，但係我當時唔知。但係的確當時要買一套架撐，以一個中學生嚟講係係啊，好貴嘅，相對上難嘅。當買咗就非常之珍惜啦，即係支筆噴噴下壞咗，你真係跪喺度。咁但係你話如果而家因為個門檻真係低咗好多，同埋以前冇咁多國內嘅。嘅工具或者 product， 依家多咗好多。咁你話平咗啦，係啦。咁你話大陸出冇咁好，但係你用到先算咯。即係你用翻你嗰個作品去做你嗰個中心，即係你用唔同嘅工具去做你嘅作品。即係依家後生嗰啲，即係中學嗰啲，佢哋都係好容易儲到錢去買到，買到架撐啦，或者有好多租場嘅，可能廿蚊一個鐘嗰度做嘅，你已經。即係入去噴三個鐘已經係一堆嘢嚟嘅，咁我覺得係比較容易去，同埋真係出嘅工具係越嚟越多嘅，因為大家都覺得係中意模型係多咗好多，我自己覺得，咁所以你會，所以先至會咁多公司會出工具嘛，因為覺得 work 啊嘛呢一個市場，咁所以其實講到尾係平咗好多咯個門檻，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嗰個門檻係會好咗，同埋啲模型又出得比以前。靚咗好多啊嘛，咁完成度本身已經就咁砌都下得下貴啦，咁就咁普通噴個油已經又係下得下貴啦，咁所以係個優勢係多咗好多。係啊，咁所以呢個啱啊，呢個好客觀啦，即係話工具啊、技術層面啊，或者我哋嘅經濟狀況都好咗好多。咁啊，係啊，尤其是你頭先講你自己細個，即係唔係細個啦，即係可能中學時代個例子就係話2000多蚊對個中學生嚟講，其實哇，真係一個。大嘅數字嚟噶嘛，你咪揾錢噶嘛，係咪先？咁你淨係都攞零用錢去儲埋啊，咁啊，即係唔好計啲父母好多錢嗰啲，成嚿俾你去買啦，嗰啲唔好計啦。咁啊，呢個真係都所以我覺得我形容咧呢個年代咧，香港或者叫先進社會咧，其實會出到一天才啊，即係佢好細個咧，好年紀好輕嗰陣咧，佢就可以學到一啲好專注學啲嘅，只要佢肯學啦嚇，佢唔肯學一件事啦，即係你見到好細個啲。好幾歲又彈八級琴啊、演奏級啊，好多啲嘅神童啊！以前嘅年代是少嘅，真係少嘅。或者佢啲即係某啲武功啊，或者某啲技能好叻，好多我見好多。咁我諗模型都一樣啦，或者甚至設計嘅領域，即係只要你肯放時間咧，我相信呢個年代咧，尤其是互聯網發達，你嗰個能力咧，你可以向全世界展現嘅。其實基本上啊，即係等於你啲片咧，都唔係淨係香港人睇啦，周圍啲人都睇。咁我覺得呢個。是很開心咯，即係你哋又即係我依個我羨慕你哋較為年輕嘅朋友，因為話曬我哋點都走先過你哋噶嘛，一定係咪？即係我哋要發展都唔係冇50多歲做好後生，但係問題你仲多我30年，即係斷股啊！咁所以我希望你哋繼續努力去開心，即係做落去啦。咁啊呢個時間咧講開，喂，俾啲你睇下，唔係廣告，不真係我預備定嘅。嗱呢一個咧。嗱，真係唔係廣告，唔好誤會啊，唔使擔心。真係唔係咁啊！嗱，呢個產品係一個現家香港品牌嚟嘅，專做啲軍事嘅。你覺得佢啲用嗰個成品嚟㗎？呢啲噴油你覺得點啊？其實佢哋好用心做㗎。係好靚喎，其實。係啊，你同埋睇埋個 price tag， 你就知道咧，即係以呢一個係咯，400多蚊，我諗呢個變咗喺可能，如果以千隻鏈嘅。嘅感覺嚟講，即係千隻鏈嗰個完成度都冇佢咁高嘅，其實即係呢個係做埋舊化，有埋分析，有埋透明件，係咯，即係咁樣如果做個比較係佢可以開名啊，佢抵過 3M 咯，我覺得，即係呢個應該要，如果係其他國家做咧，要千多蚊㗎啦，呢個我自己會覺得佢依家就只係400多蚊。呢個正嘅呢個，係啊！我專登拎出嚟就俾個即係識砌模型嘅人睇睇，因為咧其實咧據聞間公司咧佢哋即係出翻啲軍事啊，其實牌子就舊噶啦，但係重新 reboot， 咁啊出咗好多軍事嘢，即係以前嗰代係普普通通嘅，比較玩具，呢一代咧佢哋真係重新做過，據聞佢幕後嘅功臣咧係一個模型嘅高手咯，佢即係唔單止去幫佢做個 paint master， 佢再喺個廠度幫佢度埋點樣去即係做成一個生產步驟，因為可能你會明啦。你自己噴得個靚高達好，即係唔係好話易先啦，即係你會有個方法，你可以好自在咁做。但係你將俾人生產線，又要慳到錢，又要快捷做到效果咧，其實有冇咁諗過呢一樣嘢？要諗過真係。
都會嘅，都係啦，就好唔同㗎嘛，成件事。係啊係啊，管理咯變咗。係啦，將你嗰個用開嘅一啲因為有時做一啲技藝嘅人咧，佢哋做得好叻，但係佢哋未必知道自己點做。冇錯冇錯，即係佢要個畫畫由個漸變由藍色由到白色，佢哋佢會做得到，但係佢畫唔到俾你知係點做。但係當佢做生產就一定，因為你係要教一班工廠大媽係點樣去將你所有最十年嘅功力去變成幾個步驟，然之後工廠大媽永遠油眼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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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係將你嘅技術變成系統，呢個係好需要做得到。係啊，所以呢個係即係難度喺呢度啊，即係好成日都講有啲譬如大師未必係老師。老師又未必是大師，大師很多都是老師，但真的如果是老師呢就真的未必是大師的，即很懂得教人又不一定他是超級厲害，但不代表他不好，他可以教到好學生，或者他令到學生啟蒙到很多學生去做到一些很高級數的事、這個是所以老師一向都是這麼多年都是可敬可專可敬的一個行業、你都是老師，你覺得現在的學生係啦，即係冇講年紀啦，啲學生，即係佢會唔會好 respect 一個老師咧？唔好，好老實叫做，你話係咪叫老師咧？嗱，呢個依家我自己呢個職業應該叫模型師啦，數科叫，但我仲未好，即係當我仲講呢個名嘅時候，我覺得好尷尬，即係好似咩加個師姐後面都變咗係一個身份咁樣 ，OK， 但係都係。咁另外有啲人會叫你做阿 Sir， 即係阿文 Sir 啊 ，Adam Sir， 我都叫冇咁叫。叫你咩？叫翻赤谷達姐都係阿 Sir 聲噶啦，叫翻阿文咁樣。咁而另外同埋始終你依家唔係學校教人咧，咁你好難俾咁嘅高帽去自己戴。咁而對佢嚟講，其實嚟嘅人主要分兩種嘅，即係除咗大人細路之外啦，主要分兩種。第一種就係嚟。學習啦，當然。第二種係嚟消費，消遣嚇，消遣，消費嘅，即係一嚟打發時間啦，二嚟佢揾啲嘢學下，或者佢 suppose 係我 serve 佢，咁我 serve 佢係絕對要嘅，當然。但係佢哋唔係以一個學習嘅角度去，係佢嚟打發時間多啲嘅。係啊，點樣可以客氣啲咁講出嚟？打發時間咯，我覺得。OK， 嗱所以佢哋未必係好認真咁去學習嘅，我老實講。咁而當然搞到我都唔記得咗本身你問緊係咩。我而家少少 respect， 會唔會 respect 你啲即係老師咁啊？係當然會㗎，當然會㗎。因為佢始終係都係嚟得都係想砌得好啲嘅，咁你砌得好過佢，咁佢就覺得哇，有少少仰慕啦。跟住最緊要譬如你教得好，佢有少少話開心啦，係嘛？咁而你啱啱講嗰個大師啊、老師啊嗰個問題，其實我會諗到一樣嘢就係，我諗好多唔同嘅工藝嘅都係咁嘅，就係例如好似日本嗰啲，佢哋好多嗱呢啲係原型師，我哋呢行嘅，但係好多傳統嘅工藝咧係失傳噶嘛，係冇人再學噶嘛，因為佢哋你我諗你都會知道佢哋係比較好保守主義，好保護自己噶嘛，日本都係。係，即係佢哋會好唔想啲人嚟學，或者例如你嚟我教你整壽司，你可能過咗十年，即係早幾年都仲會，你十年淨係負責幫我洗電飯煲嘅啫。即係你唔係好多呢啲故事噶嘛？即係我嚟學武官，我嚟學武功，學劍道咁樣收徒弟，即係好啦，你頭幾年係係啦係啦，即係負責幫我掃地嘅啫咁樣。點解要咁啫？我成日都覺得，即係咁呢個一嚟啦，咁有時我會覺得好可惜嘅，即係好封閉，應該要開放去教人。咁當然學生係學生，徒弟係徒弟，係的確係唔同嘅 ，OK， 好唔同。咁而另外有一啲係大師係，佢好強調自己好勁到一個地步，佢會將嗰個手藝係形容到好難好難，難到你係唔敢做啦。咁呢樣嘢好差噶，其實我覺得都係非常之差勁。但係如果你真係咁勁咁大師嘅話，你應該要令到人想做，唔係令人
唔敢去做。係，我諗阿文都係提咗啲唔好嘅例子嘅啫，即係呢當然我哋會見過，或者甚至可能見得比較多。變緊添啦。係啦，咁啊，但呢個年代真係變咗。我舉一個例子就係髮型師。嗯，以往咧真係㗎，我哋聽翻啲老行專講，係啊，洗到洗手指都爛曬咁樣，都仲未學到剪髮。喂，但係而家唔使啦，因為可能學校啊或者啲班已經教曬剪髮啦。咁啊，產生另一個問題㗎就係、是，所以而家你髮型屋咧係好難揾人洗頭嘅。我試過我留好冇剪髮好耐啦，講真㗎，即係咧係髮型師幫我洗埋頭，因為冇啊，佢真係冇人㗎。嗯，咁但係我知道我外國都係興咁樣嘅，係洗頭連剪髮。可能就係請唔到人嘅問題啦，啱啊！嗰個制度嗰件事影響咗嗰個訓練嘅模式。我同意就係、是，其實如果你大師，你應該可以造就多啲後人。你應該要令人想做咯。係啊，令人想做，有興趣，將件事發揚光大啊嘛。同埋你唔好咁強調自己好勁，因為你講到、嗯、其實有時可能聽佢哋講嘢，或者佢哋言談之間，你會感覺到佢唔係特別話想教你，或者佢好想話俾你知我好勁。係，你要好勁，我好勁，我好勁，係就係想表達你我好勁，但係反而你應該要等人覺得其實係普通人都做得到。呢個係幾好提醒喎，先至啱。對我嚟講幾好提醒，真係嗱，唔係即係唔係講年齡，你唔好答我啊，即係真係嘅，即係係一個好提醒嘅，因為我發覺我到呢個年紀咧。有時會即係唔係呢種狀態，我諗我又唔可以唔認，又唔可以話否認啦。Anyway， 即係我聽到佢好似有啲嘢，好似講緊一啲好熟面口嘅嘢。我驚我有時我擔心自己都會咁。嗯，即係你係究竟你係想傳承件事啊，幫多啲人啦、啊，定係話你真係想為自己純粹嚇？咁、呢個係真係嘅。咁我同意呢個年代真係變咗㗎啦。你見髮型師啊，已經㗎啦，即係。大家學剪髮已經唔需要再洗到手指都爛曬㗎啦，咁但係唔代表大家唔使下苦功啊！呢、這個我個人意見一定要下苦功嘅。咁、不過可能以前有啲 distort 咗，就係你要經歷呢個苦難咧，或者鍛鍊你先至有資格去學。咁呢個就有少少可能時代唔同啦，而家。不過個時代嘅進步就應該係可能例如我師傅我冇師傅啦，但如果係師傅係佢用十年嘅，最後用兩年教咗俾你，咁、而你嘅十年嘅你係用兩年。教到俾你行，咁人類先有進步噶嘛？咁樣先至係咯，得咯。同意呢、這個 point， 同意咁先有進步。所以你會理解有啲嗱，有啲啫，有啲唔好話咩國家，有啲古老嘅文化會失傳，可能就係一種少少嘅私心。佢有啲文，有啲嘢點解越嚟越差？即係有啲人曾經話輕功係真嘅，咁點解有冇輕功咧？其實可能呢種原因啊，教打個八字，可能啲古人真係識飛，真係識飛，真係識輕功。唔出奇啦！而家科技話俾你知，好多都可能性。係咁我都覺得係。咁呢個幾好嘅睇，即係幾好嘅提醒喎。真係我自己忽然間，我真係都行唔使啦。咁當佢提醒，即係同意啊！呢個年代，每個人每個年代每個年紀，其實唔應該定性咗你係可以做啲乜，你又有啲乜，佢又冇啲乜，應該係共融嘅，共融得嚟，你又要聽下人先有進步。我覺得就好似我講高達啲科幻故事咁。即係人類先至有新類型人出現啊，會先有啲好嘅東西出現，呢、這個係會行得好快。而呢個歷史巨輪咧，我唔好意思講多少少，就係咧你改變唔到。有啲我相信我不嬲深信呢件事嘅，即係唔係我同你可以改變，都唔係一班人或者一個力量可以，我要咁，其實唔係你，其實會自動演化噶。咁我希望呢個係成為你哋。人類未來的祝福啦，因為呢個係一個緊要的事嚟嘅。都只能夠係行呢一步其實。係啊，即係其實冇人反得轉嘅，即件事冇人反得轉嘅。因為呢個係自，我覺得係大自然嘅定律嚟嘅。你幾有錢、幾有權、幾獨裁，你都係違抗唔到呢樣。係啊，你嗰啲嘢你唔啱，慢慢都係唔啱㗎啦。物極就必反。係啦，咁啊，所以都我哋反而我呢刻咧，我點咧？嗱，我想講。講到人生喎，即係你成日咧，其實你一個文人嚟嘅，我有小心去睇你啲文章，咁啊發覺啊，其實你咧呢個朋友仔咧，話唔係主持人，主持人細個啊，即係個朋友仔咯，咁樣稱呼即係熟啫。佢其實係想講啲嘢嚇，但係你以前你唔係讀文科噶嘛，你讀engine噶嘛，唔係 design 就 design 嘛。咁你寫文章細個叻唔叻噶？會考係攞 U 噶。啊！我係考回考，計十萬，即係都係啊，嬲嬲地嘅真係。但係而家你都似文，即係我覺得明㗎寫啲嘢。有路咯，係咯，都係慢慢大個，慢慢鍛鍊咯。
我諗係咪叫鍛鍊呢？我諗首先你有，我覺得如果唔知即係可能你聽開啲歌咧，你有冇發覺即係中文嘅流行曲咧？你有發覺林夕啊、Y 文寫詞係一個感覺，跟住有啲 band 仔寫嗰啲詞咧係另一個感覺嘅。即係嗱，band 仔多數讀書少啲啦，比較好老實講，真心。OK，咁當然有好多 band 仔都係大學畢業啦，但係我哋認識嘅好多都係爭少咗，但係你睇到佢嗰啲詞咧係好令你有感覺㗎。切身感受嘅。係啦，因為佢哋嗰啲係個叫做個悟性係高啲啊嘛。咁另外嗰邊係可能咬文嚼字啲，個文筆係多啲。咁我諗如果喺一個人佢去寫文章嘅時候，首先你要睇多啲書啦。即係我覺得做所有創作嘅人咧，都一定係要咁。即係我哋可能香港好多黑板印象覺得，哦，你畫畫咁你讀好冇乜讀過書啊。你冇乜墨水啊，或者你砌高達，你冇乜讀過書唔啊，一定咁啊，當然我都真係冇乜讀過書啦，但你冇去讀書啫。係，但係你要不斷，你可以冇學歷，但你唔可以冇學識，其實你要保持你個好奇心，你睇到行入去間書店，見到有啲呢個名係令你產生好奇心，你就即係試下睇晒佢，會一本好嘅書係直接直達你嘅靈魂係嘅，啊，我係會咁啊，樣係去啊，形容。啱咁啊，當然一啱啊。首好嘅音樂都係啦，其實當你去 output 嘅時候，你首先要 input 咯，你首先吸收同埋感受你中意嘅藝術作品或者環境一啲好嘅，咁你就自然會喺你嘅 output 入邊就會擺到呢啲嘢喺入邊。冇錯，冇錯，完全同意，係啊，即係讀書多有讀書好啦，咁啊，但係咧有好多技能其實係喺成個人生過程裡面學嘅，讀書一個階段，咁你攞到某個肯定，that's all 噶啦，我自己認為嚇，叫大個肯定咧，無疑就係幫你人生階段有啲攞到啲優勢嘅，即係舉例，譬如我攞咗個某某學位，攞咗某某嘅專業，我律師，咁你梗係做律師啦，好正常，咁啊，唔係個個人做律師噶嘛，咁但係咧。我自己嘅經驗都係，我自己咧，我自己寫中文咧，我都發覺自己有讀寫障礙嘅。我同我老婆講成日都，但我而家寫嘅嘢咧好啲嘅，即我冇話好，即係好過以前好多。我自己睇翻，哇，咦，爭咁遠！我以前我二十年前，你叫我寫篇文，我想死嘅，你不如殺咗我算啦。咁但係而家咧，我即係工作關係，照我努力去寫，咁就 OK 咗，咁啊。我啲英文咧雖然都唔好啊，但係又係都係做嘢就逼學，翻嚟咯，係逼係翻嚟。你全部都係外國人咪上公司。佢講咩啫？你一定開口就係英文㗎啦！我初幾日就第一日翻工咧，我同我老細，我諗即係點樣同我老細係傾，幾時我之舉前手啊？你第一日翻工真好耐啦，1992年啊，1992年，廿年咯，差唔多唔卅止下年，卅卅年年啦，就卅係年。啦。咁啊，我真係諗啊，照諗，即係翻譯咗由中文變咗翻譯先咗諗英中文，文，跟係住啦，諗英文。係啦。咁啊，錯晒嘅。最近同我女傾偈分享，係啦，原來唔係嘅，真係你要英講英文啦，要英文諗法，中文啊，中文諗法，因為你要咁翻譯，你一定耐咗。所以你要好嘅外語咧，就唔係要去上嗰啲咩堂，而係你要去用，同埋學佢嘅文化思考方式，係啊。咁呢個咧就其實幾好嘅，因為你就好似識多咗樣嘢，係啊，係啊，呢個係好開心。咁啊，所以呢個我同意，即係喺一個過程裏面，你嗰啲文字咧，其實幾勾到一啲香港朋友啦，或者一啲可能。都係較年輕一代，其實都唔同啊！我都唔年輕啦，即係所有種嘢，呢啲係想表達啲嘢。呢個我睇到你嗰個愛心，係我寫文章其實有愛嘅，大愛係啦，包冇容錯冇錯，係啦偏左嘅都係係啦，想俾啲嘢亞大洲家人偏左，係咪係唔偏左啊？唔會啊，唔會唔識即係分享一啲東西，令到我哋咧可以係即係開心啲，或者一齊度過一啲嘅情況啦。呢個係睇到你個善意啊！嚇，真係嘅，我好少見到啲文章咧，當然有啲世界嚇，文章出嚟去攻擊人啦，攻擊啲事啊，呢個我絕對唔同意啦。咁當然呢啲嘢咧，因為媒介或者叫藝術品或者都係希望通過創作咧，令到多啲人開心。呢其實我哋而家做緊嘢都係㗎，係咪？你砌門又好，我哋做玩具或者做網上面嘅 media，其實都係想多啲人開心啊，好嘅事啊。或者甚至去到呢、這個即係好網絡嘅時代，如果你有少少抱負咧，即係只要你係一個叫做有一定人數嘅人睇嘅一個 media 嘅主理人啦，我諗我又好，你又好啦，係有呢一個責任嘅，即係你其實你都會試過 look Facebook 睇到垃圾咁，
即係有一啲係可能三安白做嘅，有啲可能放腐嘅，有啲係一啲即係嗰啲笑嗰啲女仔唔靚嘅嗰啲，即係做咗好多嗰啲，即係普普通通啦，普普通通。即係好多啲其實垃圾嚟噶嘛，你咁如果你作為喺呢一啲 social media 嘅一份子，咁如果你覺得佢哋垃圾，你咪做啲比較好啲嘅咯。同埋我唔係想放款，我想令到人係即係我覺得做創作或者做藝術，有一啲藝術家咧比較好個人嘅，或者好發泄式嘅。例如你可能睇過一啲電影啊，或者一啲畫咧，你睇到佢好放苦噶，即係好抑鬱噶，你睇完會更加抑鬱嘅。好多戲都係咁噶。好老實講，咁當然我覺得咁樣唔好嘅。而另一啲嘅藝術家係藝術作品係佢令人有啟發嘅，令人得到安慰嘅，好開心。咁兩種都會有，但係你一定要揀一條。咁你唔好去批判邊啲好，邊啲唔好。當然我自己批判咗，我唔會講出口。你選擇做邊一種咯？你唔好如果成個網絡都係垃圾，你唔好做其中一嚿垃圾，因為垃圾係出自垃圾。好老實講，咁所以你唔好出奇咗。咁而我希望睇咗嘅人都會，都會有即係當然你話有宗教信仰，即係我都有宗教信仰。即係如果牧師成日都會講係有得著嘅，我哋冇有得著嘅，即係嗰樣嘢。咁所以呢個我好中意，我同呢段説話好中意，因為係好認同嘅。其實我喺我呢幾年啊十年，我遇到好多呢啲朋友。係啦，冇錯。其實你冇人叫你出嚟做一件事，你有個使命嘅。但係其實正正係隱藏咗個使命。又係當你越多人認識你，或者你嘅嘢越多人去同你分享咧，其實好事嚟嘅係個良知話俾你知咧，我要做翻啲do something good for other 啦嚇。咁頭先啊，然後 Rick 關睇緊啊 ，Rick 關即係我哋一個我朋友嚟嘅，佢係鐘錶界嘅 KOL， 同我講多啲英文好好啊。咁頭先好重嘅就係啦，唔好放負啊，即係。雖然我唔去批評佢哋嘅啊，即係但已經夠啦，夠曬嘅啦，我覺得啊，反而係你點樣令到你同人分享一啲好嘅信息啊，唔係掩飾啊，係好，一定有好件事，壞與好一定永遠都兩邊係有。咁但係我哋出嚟做一啲嘢，其實可能就真係你選擇啦嚇，即係我諗我都係傾向係做一啲好嘅嘢，係咪先講批判？其實每一位人都識嚇，但係當你仲要公開去批判或者去公開去指責。其實就是發泄咯，呢一個係啦。咁你要諗下，你嗰啲受眾又心裏邊又點樣感受咧？佢贊成你嘅，咁佢又幫你鬧多下。佢正正係俾你鬧一個，或者佢同你唔同意，其實佢又好心裏邊又唔舒服。同埋網絡係唔缺鬧人嘅聲音。係啦，冇錯。所以係嘅，我就所以都話係啊，係啊，係冇錯，真係係啦。所以我嗰陣咧，我哋做 Toys TV 開頭咧，我哋有個潛唔好話潛規則，我哋 understood 咗就係、是。我哋係係啦，唔好談太多，唔係話佢件產品或者嗰件事一定完美，梗係唔會啦。我呃你，你唔信，冇信啦，係咪先？邊個產品係完美㗎？咁 iPhone 出到講 iPhone 最好啦，咁大間公司佢又唔會告我，我又佢揾唔到我，係咪？點會幾年之間出到 iPhone 12啊？咁根本就唔完美，但係你覺得佢好嘛？咪繼續用咯。咁所以就係冇嘢係完美，咁但係我哋會睇到佢個好處嘛。嚇，你唔好處其實大家知啦嚇，唔係飲住佢，不過你。你大家講下，喂，你見使嘅錢使得值啊嘛？咁我覺得係呢、這個係好正啊。不過可能時有啲朋友仔佢就誤解咗啊。誒，你又係咩啦？你又係咩？有咩動機？有咩原因啦？咁即係有我哋又俾人醒翻一輪咯，好耐㗎啦。我哋都不過都慣，不過都係。不過我哋其實遇到好多朋友都好嘅啊，善良啊，係啊，即係呢個係要做正能量。係啊，講得㗎，我嘅係。其實粗口冇話唔講得，不過就即係我哋要避免。我樹窿，我要樹窿啊！我要咩叫樹窿啊？好想講出嚟，講個樹窿。哦，要做正能量咁樣咯嚇。不過另外一樣嘢，其實我諗都差唔多完。但係有樣嘢，如果作為依家嘅香港人啦、網絡嘅人啦、或者創作人，即係我喺因為嗱你講細個啦，即係我都講，即係我啱啱開鋪嗰陣，我都覺得自己好細個。我都覺得應該要翻多幾年工先至開鋪會比較好，即係你儲多啲錢同埋你個人成熟啲、有紀律啲先至去 start up 一個自己嘅生意係會比較好。咁所以變咗好唔成熟嘅中間好多時候。咁好多時其實我一路做創作嘅時候咧，
我其實以前聽過個訪問咧，有個音樂家佢話佢一路彈一路練音樂嘅時候，音樂係會帶翻佢去某一個高度或者諗法。我都有呢個感覺，就係、是、你去練某個手藝嘅時候，嗰、那個手藝會帶翻你去某一個位置。咁所以啊，想表達啲咩講得太遠，好靈性就係、是你可以有時咧，你成日以為你可以。你可以挑剔，但你不可以奄尖聲門。而挑剔不代表要求高嘛。要求高就要求高，挑剔就挑剔。因為這個是一個正反兩面嚟噶、你挑剔完是要令到你做的嘢係，或者令人哋做的係變得更加好。但奄尖聲門是其實做乜你都有得鬧。係啦，係。我老實講，所以這個是大家很需要去。去 tune 的一個諗法。咦，我看到啲嘢嘅，睇到你的日常工作，因為你嘅初初頭先提到你話初初唔好咁早出嚟做，做多幾件嘢先啦。但我覺得你當你開咗個 business 之後咧，其實你催逼你成熟咗，快啲成熟。頭先聽到啦，即係係啊挑剔啊，高要求啊，其實唔同嘅，或者太奄尖聲門係啊，即係我哋其實都充斥住呢啲東西。咁啊，尤其是咧，我好明點解咧？通常我哋而家肯做嘅人。或者叫行前一步嘅人，或者俾人知道嘅人，其實佢受嘅壓力咧，就遠比咧後邊鬧啊，或者喺度 cheer up 都好啦，即係叫打氣又好嘅壓力大嘅。咁咧，其實成個社會裏邊係需要有啲人行前一步啦，走出嚟啦，又或者做啲叫做帶頭嘅好事啦。咁但係咧，我哋嘅調翻轉往往就俾人哋嚼嘅。咁但係唔緊要，呢個係獎勵嚟嘅，因為當呢啲東西越多咧，其實你嘅更加堅強同成熟。系啊，系啦，這個是一個非常因為要經歷咯，經歷接受咯，系啦，系啦。咁我睇到呢樣嘢，幾年前我同你傾偈嗰次係喺會場就即係都表面嘅，即係講真即係睇唔到啲乜，但係知道你好後生嚇。咁啊，中間都同你傾過一次偈，半次啦。咁啊，講一啲社會嘅議題啊。我啊睇到其實難困境係令人成熟嘅，係一個好嘅環境咧，係令人哋消磨所以都係有賺有唔賺嘅。所以我覺得，如果係你覺得而家係困境嘅，咪一個鍛鍊咯。如果你覺得而家好正嘅，咁其實你要你小心喎、或者你 enjoy 下咯，又可以 enjoy 下，enjoy 下之餘就要點啊？開心嘅時候唔好太開心啦，唔開心嘅時候就唔好太唔開心啦。呢、這個我諗做人嚟講，平靜咯。依家要大家好追求嗰個內心嘅平靜。係啱啊，係啊，唔好俾外邊影響你太多你話難唔影響就唔得嘅。少啲影響，專注做自己嘅事。因為我就咁講，人一生嘅幾十年命咧，係你自己嘅你要為好多事事負責，或者去做啲事。但係去到每一陣，你諗翻，其實我其實自己最緊要。我唔係話要自私嗰只嚇，即係其實我最緊要嘅，跟住就我嘅親人係最緊要嘅自愛咯，其實係啊，要自愛。去到某個地步會變自私，但係當你走向真係啱啱善良嗰樣嘢，你就係自愛。是啊，一線之差的是啊，自私上嗱，你自愛可以不是自肥咯，即係自肥即係益自己，即係譬如切嚿豬肉出嚟最好味嗰嚿俾自己嗰、那個叫自肥。但係你自愛即係話，我自愛點咧？我早啲瞓覺咁啊，我好唔好依好差啫。我早啲瞓覺其實唔係為我自己嘅，係為我屋企人。即係我即係我女成日細細個同我講，爸爸你唔好咁夜瞓啊，你早死我好慘噶。咁我早啲瞓就唔係為咗我個身體健康，我係為咗我冇製造個包袱俾屋企人。咁我呢個覺得係非常好。咁啊，即係原來有時真係我順者眼光，我其實睇人。呢位啊，文哥，你帶咗一個框啊嘛。又都呢個係經驗經驗，呢個事實係經驗啦。咁但係都好開心，即係識到你嘅朋友。因為頭先你講嗰篇説話，其實你喺網上面做啲嘢，其實我哋其實默默地為咗人哋做啲嘢嘅，係啦，人哋未必知道，或者甚至有負評啊鬧，但係其實睇翻 overall， 你見到其實世界各地好多人亦都好欣賞呢件事，無論佢嘅角度係咩好，睇模型啦、take a break 啦，或者係揾啲嘢嚟挑剔下，或者係娛樂乜都好，咁其實你已經提供咗個價值俾人。你我相信你唔好話賺得翻啦，即係你會有 reward 嘅。有 reward 嘅，咁啊加油啦！我覺得你都好謙虛啊，原來都發覺，你傾緊有啲嘢有啲少少招積咁樣，但係咧其實傾落去又幾謙虛，
即係你又係呢個原來唔係，其實可能有啲嘢磨練過啦已經。嗯。呢幾年真係帶俾你磨練啊！係啦，真係。大家都係啦。大家都係。大家都係。係啦，咁啊，辛苦辛誒經歷啦，經歷啦，係啦，誒 no pain no gain。嗯，今日好多謝阿文上到嚟啦，啱好咧1:24。好，多謝曬。係啦，咁啊，我覺得今晚啲題材都有意義嘅。冇問題啊，係啊，又唔係好人生，但係即係難度高嘅就係佢嗰啲片，麻煩你哋去翻 Maker 度睇啦。點樣睇到啊 ？N 嗱 Facebook 就 N dot， 跟住 Maker 就 search 到你。咁 YouTube 係咩？都係 Maker， 都係 Maker， 咁應該都好易揾到嘅。係啦 ，fans 啊100,000 YouTube 好似，係嘛？係啦，100,000啊，即係我都覺得要向你目標加油先。我要過 Maker， 我哋唔係 Toy Steel 要過 Maker，過到嘅，過到嘅。係有機會話，我就係反正可能佢有100,000都唔出奇，真係㗎。呢、這個 game 係咁玩嘅，係啊！大家要上，你以為好遠，但係當你去到10,000，原來好快又去到。係啦，跟住有啲人即係只要你一 keep 住喐嘅嘛。係啊，係啊，咁啊，鼓勵大家，咁啊，今日好精彩呢、這個嘅模型啊，都唔知點話，一個砌模型嘅愛好者啦，佢可以將佢嘅變埋佢事業。咁我希望你唔係淨係即係用時間換錢啊，嗯，係啊，即、就、係、是、可以中意做嘅嘢，無論你話砌模型又好。甚至向原型師發展又好，或者即加入呢個行業都好，我覺得只要你有心做咧，其實條路好順嘅。嗯，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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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係不斷向前行咁啊，正正。咁啊，最後尾好多謝曬，多謝曬 ，thank you 你 ，thank you 你，好啊，即係正啊，好啊，咁啊啲睇緊啲朋友仔，咁啊希望都幫到手啦，冇乜回應啦，係啦，咁啊多謝阿 Rick 關喎，要做好準備重新出發。係啊，遲啲阿 Rick 可能會再上翻嚟，咁但係等小弟忙完咗動漫展先，因為呢段時間下個兩個禮拜幾日都可能會圍住動漫展啲嘢要去做下宣傳咁樣。好，早唞啦，拜拜，多謝曬，拜拜。